飞哥也爱你，我的费玉清也爱你啊！你吼，哎，这两位兄弟啊，拢爱你，是变安怎才好？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好朋友啦，那你很了解他们兄弟。对，夹在一起，这么是虚伪。喜欢你是真的喜欢你，但是这是以朋友的那种立场喜欢的哦。那其实能够跟那个飞哥啦，或是跟这个费玉清啊，能够一起做朋友啊，哇，那人生是一种乐趣、啊，其实是蛮好玩的，好好玩。你两个兄弟也是就够人玩的，讲话拢就够人玩。可是我们不要太当真，因为你当真之后，你有一天觉得他很冷淡，你会受不了。我这样子，啊、他们会这样子啊？真的吗？你大概不知道，没感到。我跟杨凡以前我们跟他很好嘛，啊对。突然间有一天我们找他不理我们，有没有？就一拐太阳呢？为什么？他就是很奇怪，有的时候很冷淡，有时候很热络，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我每次找那个费玉清，费玉清都不理我们。因为我们一直逼他来上节目，对嘛？所以他才会婷婷，你有空来上节目，这个节目很好玩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不会欺负你。